Hello，大家好，我是大龄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兑换优惠券代码 YouTube 优惠券代码是一种可用于抵免电影和电视节目租借或购买费用的赠送金额。优惠券代码只能兑换用于指定用途，例如如果您收到的是可用于租借电影的优惠券代码，则无法将相应赠送金额用于购买电视节目。您可以在计算机上或使用某些移动设备兑换优惠券代码。Android 设备 iPhone 和 iPad， 更多。若要在 Android 版 YouTube 移动应用中兑换优惠券代码，请按以下步骤操作：找到您要购买的电影或电视节目视频，然后选择显示有购买价格的按钮。在电影或电视节目的海报下，选择输入促销代码，然后输入您收到的代码，选择您中意的购买选项。您的电影租借或购买价格将与折扣后的新价格一同显示，但是您必须选择一种有效的付款方式才能兑换免费电影或电视节目。选择您想用的付款方式，然后点按购买。如果您在兑换 YouTube 优惠券代码时遇到问题，可以使用以下指南找出原因或与我们联系以获取帮助。优惠券代码常见问题排查提示，确认您在正确的字段中输入了优惠券代码，在兑换 Google Play 礼品卡或促销代码字段中输入 YouTube 优惠券代码是无效的，确保您正确输入了代码。注意代码中的大写或小写字母，确保您使用的优惠券代码适用于当前交易。例如，如果您收到的是可免费租借电影或电视节目的优惠券代码，则可能无法将其用于购买电影或电视节目。确认您的优惠券代码仍然有效，检查失效日期。一些优惠券代码必须在指定日期之前使用，如果您的优惠券代码显示限时有效字样，则相应代码或您收到的电子邮件中会注明失效日期。确认优惠券代码是否已使用，同一代码一经使用便无法再次兑换。确认您选择了有效的付款方式，然后点击购买以完成交易，以折扣价格购买或租借电影或电视节目。